遇到长痕，我都刻意的写长一点。好像还是有点短。哎呀，不管再怎么努力，先天的限制还是会有影响。一个人特质啊，不管你学什么字体啊，多少都会自己本身的特质所影响。所以一个碑啊，100个人连100个都不一样。墨迹本可能会一样的，碑都通常每个临出来都长了，哦，差好多，破的越厉害的，差距越大。